所以我们政府呢，就是原来是盖一个养老院，在那个方向，你看那个。Thank you.
幾好啊，可以見到野豬、鹿、monkey， 我見到一隻狼。crocodile 系咪啊？一隻 crocodile， 我唯嘢打嘅喺度。唔係，走好快喎！有頭像個口啊！我掂咗架大笨象。我見到佢哋去方便同埋揾好多嘢食。雞仔，小雞，一隻，好多老虎乸。车整佢坐埋，揸稳啊！唔该你哋，笑不出来了。好，揾到老虎，揾到，真系只脚，铁石，老虎脚印，哇，系史泰格，哦 ，very good，very good，very good。整極都整唔到啊！你知唔知？哎呀，唔好影啊！我哋話 two stupid guys stuck in the forest。喂，實金會將話，哎呀，我係 Mary Ann 啊，你救我！佢落到嚟咁啊！佢揸緊個靚老闆，唔係啊！咩嚟？咩嚟？Tell me something about this thing. No. 冇影冇影。唔係你行咗幾耐先塞㗎？兩個幾鐘頭咯。精蟲隊，你搞錯咗啦！阿 Simon 講啊，精英服從隊我哋，係啦，冇錯。話去就去，話停就停，話唔出就唔出，話唔抽就唔抽頭。要回去了，什麼感覺？啊？回去那是好啊，還是回到自己國家嘛？好。我們要出發了。今天要回到啊？回到喀爾曼都。加德滿都。加德滿都。回程有沒有什麼感受？有什么感受？因为今天有一些人从加德满都直接回香港，所以当然离开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思乡的感觉。谢谢，最粗、最大、最闊、最重的條就是我了。最遠那條是最粗、最大、最重。等山等山，Thank you very much。有缘人希望你再来。再见，兄弟。就地揀我啦。Take care。Okay, see you next time。Yes。Hope to see you soon。Okay。Bye bye。Bye bye。See you next time。Okay。See you next time。佢而家行緊上嚟，行緊上嚟嚇，你睇一睇，睇一睇佢。我睇咗佢，即係應該係乘客行過關啦，定係點樣安排？我想問下。我也吓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一半嘅路程到啦。啊，要几靓？啲相，相真唔识落嚟。Simon， 我影紧你车尾嘅。Thank you。翻去香港俾你啲墨鱼黑烟俾你睇。
冇乜作用㗎，嗰、那個係大啲雪咧起伏嗰陣時。手非常之好玩，如果安排好少少咧，就更加好玩。啊，我觉得虽然有点辛苦，但是很享受这次旅行啊，这个过程。好玩，不过好攰。其实好玩，很好，这次真的很好，很好玩。下次下年，第二年再来噶。好辛苦。尤其在拿曲港那晚又在高山，高山症就令我很辛苦，血氧跌到57%，那晚差点没命。感受风景很美，就这样子。我要多谢我的妈妈，我多谢我的爸爸。很辛苦。有人感受啊，非常好啦。然后呢？然后呢？再来一次啊！感受多姿多彩啦，湖光山色很美丽，太好了！再来一次啊！我啊，感受啊，呢次啊，因为开车揸车好少机会影相，所以有啲唔系好满足咯。咁其他见到好靓嘅风景，好开心啦。就咁多啦，谢谢，谢谢，很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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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21天的旅行真是很有意思。挺好吧，不错，风景优美，难得的纪念，即使辛苦一点。今次是最长的一个旅行，很好，很棒。走啦，走啦，完成啦，平安到达。很过瘾，我们最高去了5300多米。有点不一样，真的有点不一样。现在是3500多米，3565米，也还好，也还好。尼泊尔国家非常漂亮，但是垃圾太多。这趟很好，大家都很开心，所以我觉得以后还是会参加这个活动的。哦，这个旅途挺好啊，玩得很开心。大家很团结，很高兴，玩得很高兴。好，回香港了，谢谢谢谢。做法咧，好有个团队嘅精神噶。你睇下潘总嘅团队啦，做到好辛苦啦，将军啦 ，Simon 啦，同埋阿鸭仔啦，系咪？嗰啲全部都好辛苦咁样去处理呢队车队，所以咧，我希望咧，第日咧做得最好呢一队车队咧，喺全世界。都公认是 very good 的。这次跑得很好，其实啊，景点还不及得原图的风光好。这个景点没什么好，特别好干，已经看惯了，看腻了。反过来，原图的风光很好，就是这次旅行的特点。如果不开车来，看不到。21天的旅行，不错，看了很多风景，风景很漂亮。好辛苦，好辛苦，太强了。何师，潘总在找你。是。有一个新的经验，过关，过江不过关，很可爱。谈一下旅程的感受，这样很开心，还是很开心。这一路，这种就是人的一生哈，我是觉得一定要到这种地方走一走，至少要有一次。
就感觉就是在从西藏这边看珠峰跟这个尼泊尔看喜马拉雅山整个感觉不一样。这边看珠峰就感觉像只不过是像个两三千米的高山一样，从尼泊尔看喜马拉雅山就感觉这个山是在天上啊，太壮观了，不一样。但到珠峰大本营也是很奇妙的那种感觉，感觉到了世界最高的，离最高点很近的距离。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那个地貌是原来是海，可以找到这个贝壳的化石，这一点也是特别的神奇。所以一路上跟大家在一起，朋友认识很多，有的已经是老朋友了，大家就觉得每一年有这么一次老朋友聚会。